就是丧葬费的部分愿意帮忙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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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愿意帮忙。他最近都还在一直很不能接受吧，心情还没有办法平静的去接受这个事实啊，跟这些事情始终是演艺圈的事嘛，然后加上他这么辛苦的生活，我们是否要伸出援手啊？如果真的很需要的话，我自己个人会出。雨婷姐，那个之前有联系到唐志平的家属。对对对，一直看到新闻，一直这样报道这个事情哈、啊。啊，我一直在，其实我也很矛盾，在思考说，哎呀，怎么办？一查他不是我慧妍啊，不是慧妍要怎么办呢？要帮忙吗？始终是演艺圈的事嘛。然后加上他这么辛苦的生活，我们是否要伸出援手啊？联络到他的家人之后，就说等他平静一点。在跟我们说，我们工会愿意协助。对，也感谢，我觉得感谢很多人的热心帮助，所以我觉得社会还是正面的，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、正面的人还是比较多。所以作为工会，我这边即使不是我的会员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需要我伸出工会伸出援手，我们一定会做的。他最近都还在一直很不能接受吧，心情还没有办法平静的去接受这个事实啊，跟这些事情，我们就想说一直保持着联络，随时有什么事，我们随时就协助他，这样。就是丧葬费的部分，愿意帮忙。对 对, 对, 对，我们愿意帮忙，愿意帮忙哈、哦。即使真正的也知道我们工会是没有钱的，工会是非常辛苦的、如果真的很需要的话。我自己个人会出，演艺工会是一直来都蛮辛苦的，所以就是既然，但是我个人出的话，就是算是代表工会嘛，这样子。